不知道大家在刷牙时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现象，在挤牙膏的过程中，菜条是均匀的被挤出来的，并没有混在一起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，牙膏到底是固体还是液体呢？其实它属于非凝脂流体，这种流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遇强则强，能够抵抗瞬间的剪硬能力。例如可以直接在非凝脂流体上跑步而不会陷下去，同理牙膏也是一样。当挤压牙膏外壳时，所施加的剪硬切力会导致牙膏流出管头，并且不会自行混合，而是以层流方式流动，这便是非凝脂流体的特殊之处。由于兼具固体的某些特性，固体分子几乎不会移动混合在一起，所以它不像液体一样可以相互扩散。让我们不妨将一只冰冻牙膏拆开来看看，此时能够发现一条条彩色波纹贯穿了整款牙膏，也就是说在工厂里生产的时候，机器的灌装头直接被隔板分成好几部分，它们装着不同颜色的牙膏，然后就像灌装冰淇淋蛋筒的机器一样，从底部将牙膏灌装进包装内，而彩条也在管内，也相互不干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挤出一团牙膏时，末端依旧保持着不混色的形状，这与它在管内不混合的原理一样，所以即便是将几种颜色的牙膏挤在一起搅拌，彩条也不会混在一起。而看到这里，让我们不妨来考虑一个问题，血液到底属于什么体呢？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